做买卖都得讲宣传，是吗？大买卖讲究做广告，哎，小买卖讲吆喝。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。是啊，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？为什么呀？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。哦，是喽。过去大商业啊，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%抽出来做广告费啊？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啊？好骗人呢。啊，骗人啊！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。啊，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。哦，胃病应该是两种。哪两种？一种是胃寒，一种是胃热。对，治胃寒的不治胃热，治胃热的不治胃寒。当然喽。可是他那广告全治。怎么着？全治。哎，您听这广告词啊。啊。您有胃病吗？嗯。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，怎么样？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。嗯。注意注册商标。哦。盾牌120号。您怎么着？乒乓球啊。是商标。嗯。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。哎，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？什么小提琴？威武林吗？威武林，威武林，就说你的胃呀，怎么样？如同遇到了甘霖。是啊。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，嗯，有胃病吗？这我没有。每天吃饭吗？啊，废话，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。吃饭香吗？香啊。要是素肠好生闷气，不想东西吃，嗯，胃口疼总没治好，就吃胃武林。嗯，专治胃酸、胃疼，嗯，胃寒、胃热、胃炎、胃弱。我打饱嗝，吐酸水，呕吐裂筋。哎呀，就用胃武林。是啊，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武，我秘方精制。嗯，总店。在德胜桥，嗯，上桥往东，行，好嘛，掉河里头了。在本市，嗯，各大煤铺均有代售，这好嘛，煤铺代售疏肝丸呐，分为两种，怎么两种？一种是大个儿的，一种是小个儿的。哎，这就是煤球啊，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，这什么病也不是，专治疑心病。什么叫疑心病啊？有这么一种人呢，嗯，疑神疑鬼，哦，什么病也没有，嗯，没事泡病号，你瞧瞧，就上医院检查，哦，医生说你没病啊，嗯，他连医生都不信任，你看这种病甭吃药，嗯，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，对，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，煤球能治病吗？是啊，嗯，还有这么一种人，有这么种思想，什么思想？本来没病啊，嗯，好好的，哎，总想啊，大小有点病，嗯，千万别要了命，这就是泡病号吗？是啊，嗯，上医院待会儿去，总比上班合适啊。那可不是吗？嗯，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。哦，这思想他有问题。哎，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。是啊，嗯，跑去卖药的。那么还有什么买卖？百货店。哦，是百货店了。哦，闹得最凶了。啊。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，您听吧，能吵得四邻不安。干什么呀？商战呢？商战。哎，商业竞争嘛。啊。上广告，电影广告，或游行广告，嗯，电台广告，啥？门口写的乱七八糟。写什么呀？弄份乐队。嗯。两边吹。不，这边写着新章开幕，减价拔扣。嗯。那边一看，减价。写什么？周年纪念，买一送一。哇，再不一看不行了。还怎么样？新章开幕，减价拔扣以外，带挂彩。呵，还挂彩？哎，抓彩。嗯，那边又添上了。还写什么？周年纪念，清除货底儿，大牺牲。牺牲？是啊，那边都挂彩了，这还不牺牲吗？啊，这哪是做买卖呢，简直是胡闹嘛。您在听乐队啊，嗯，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，嗯，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，这边是噔亮亮亮噔亮亮亮噔亮亮噔亮，好嘛，比出殡的还热闹。这哪是做买卖呢？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。哦，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，嗯，更是五花八门了。街面上就是小买卖啊。是啊，嗯，一般的小买卖啊，嗯。不骗人，是喽，就讲究吆喝。哎，吆喝有几种？
怎么几种？一种吆喝，叫位是兜揽生意。哦，走到您门口吧。哎，他这么一吆喝，卖的什么东西，多少钱，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。哦，您要是需要，您就出去买。啊，卖什么的？卖菜的。啊，青菜。吆喝简单。怎么吆喝？买土豆，1毛钱2斤。哎，吆喝的挺清楚啊。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。是啊。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啊，卖什么的告诉您，价钱不告诉您。哦，要买出来讲。那么卖什么的？卖柿子的。柿子。哎，您听吧。嗯，高庄柿子嘞，哎，不色的嘞，色嘞又光换嘞。哎，卖柿子。对。还有一种买卖啊，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。是。他对比一样东西，嗯，比他这个贵的多。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。哦。卖什么的？卖老窝瓜的。那怎么吆喝呀？怎么吆喝？嗯。利多嘞，面老窝瓜。哦，栗子味的老窝瓜。栗子味的面老窝瓜。嗯。栗子多少钱一斤？是啊。3毛6。对，老窝瓜1斤4分，还是的。嗯，栗子味的面老窝瓜，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。哎，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啊，吃栗子吧，老窝瓜味的啊。那行，那行，那谁来买呀？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，是吧？嗯，有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，是了，可是谁也没学过啊，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。那可不是吗？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啊。您多会儿哪儿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？嗯，没有。嗯，那分卖什么的？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。哦，糖葫芦。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。哦，分那么4种。哎，你要到北城吆喝的麻烦。怎么吆喝？2个圆笼。哎，挑着一个挑。是了。前面方盘。哦，有竹板。嗯，上边烫好些小窟窿。哦，上边都牵着糖葫芦。哎，要出来这味儿，你瞧一瞧。汨罗冰糖葫芦来哟。嗯，对，是吧？这是到了北城了，到西城啊。嗯，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。哦，吆喝简单一点。怎么吆喝？葫芦冰糖的。嗯，西城啊全这么吆喝。到东安市场又一样。那怎么吆喝？葫芦钢扎奴。哦，您说是摆摊的。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。那怎么吆喝？就俩字儿。哦，葫芦啊。有葫芦。北京叫糖葫芦。是啊。天津叫糖墩儿。对。天津吆喝最简单。啊，怎么吆喝？就一个字儿啊。墩儿。就这么一墩儿啊。对吧？哎，是这么吆喝。嗯，还有一种好听的啊。卖什么的？卖花的。什么花？晚香玉。哦，晚香玉吆喝的好听。那吆喝好听。哎，一吆喝是这个味儿。哪味儿？五啊，还有卖玉兰花的啊。玉兰吆喝比这还好听。怎么吆喝？玉兰花儿茉莉花若呀，好听是吧？哎，到天津不叫玉兰花，叫什么？叫瓣儿兰花。哎，瓣儿兰吆喝的简单。那怎么吆喝？这味儿。嗯，瓣儿兰花呀，我想玉。怎么全都在这个味儿啊？最讲究吆喝的。卖什么的？卖布头的。哦，卖布头。哎，啊，卖布头也分几种。哦，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。是。北京推车子的。哎，耍着拨浪鼓。哦，天津的背着大包袱。对，拿着尺。哎，吆喝这味儿。怎么个味儿？妈呀，花挑不过，做脸的做面的，死金箔呀，做裤管去不？对呀、啊，到了天津啊，都这么吆喝。天津也有摆摊的，嗯，摆摊的吆喝，
那个您得留神。怎么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啊？拿起这块布来啪啪一摔。哦，小小这一花脸三三姓毛元三三不料埋的下去做苦瓜主呀。好嘛，你这要走着不留神是吓一跳。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啊，黑色的啊，黑的那真叫黑。是啊，吆喝这味儿，您瞧一瞧。哎，这一块腰花，腰花尖了就是不搭线儿啊。是啊，说这块德国青，哎，这块怎么那么黑？是喽，你说怎么那么黑？哎，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、啊。气死张飞，哎，还不让李逵，是喽，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、啊。不错，怎么那么黑？哎，在东山送过炭。他西山挖过煤，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？哎，还真正德国青啊，还真正德国眼儿，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福味的。不错，外号三不怕。什么叫三不怕？说一说。他不怕西呀、啊，不怕轮呐、啊，不怕晒呀、啊，是不？任凭什么洗，不掉彩呀、啊。青的白布啊，白布啊，这白布不掉彩呀、啊？废话呀。白布它有掉色的吗？是吧？嗯，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啊。那怎么吆喝了？有软调的，有硬调的。哦，还分软硬调。哎，吆喝这块白布。哦，吆喝的花哨极了。哦，白的。哎，哦，怎么吆喝？这一块腰花，腰花剪了就是不搭件儿啊。是喽，这块本色白。哎，气死头上雪。还不让二长霜，是喽，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、啊，是喽，要卖的你了，嫁了你就做北林儿去吧，是喽，是金洗又金晒，哎，还金铺又金盖啊，金拉又金拽，是金灯又金踹，这干嘛呀、啊？谁睡觉那么不老实？啊，说的可是呢，啊，这是软调的，哦，要是硬调的呢？这种硬调的啊，专门骗人，哦，这给骗人，咱庙会，哦，今儿在这儿卖。哪儿在那儿卖啊？没有准地点，哎，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。你瞧、哎，蒙人呢？啊、嗯，卖布的不带尺，那使什么量啊？草，草，俩胳膊一伸，多少尺？五尺啊，这就算五尺。哎，不管个儿高个儿矮，全五尺。你瞧啊，你要赶上个儿高的，那你走点运。那行了，要小矮个儿，那你算倒霉。那尺子就不够啊，都算五尺。哦，他那个布啊，没好的啊。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，酱酱。哎，你看这布就挺瓷实，挺厚实啊。嗯，你买吧，买就上当。啊，买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？哦，你想下下水，洗完了再做呀、啊？啊，糊窗户合适了。哦，成冷布了哈。是啊，酱性买洗下去了。倒吧，嗯，专门骗人。那可不是骗人吗？吆喝的花哨。哦哦，是啊，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，三块钱，没人买啊？怎么样？落件儿，好，万钱落件儿，一边拍手一边跺脚啊，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，是喽，还没人买，还买没啊？拉回来还落件儿、哦，还落件儿，总没人买，总落件儿。是啊，哎，那吆喝一大套。哦，您给当伙计，您瞧一瞧，再抻着点，我给您抻点。来来来，咱们瞧瞧这个，来，哎，哎，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然会给吓着了。这好嘛，声太大。哎，这一块吆喝金六八，你不要那么一块儿、啊、哎，谁又来这么一块儿？怎么样？这一块儿的那块儿就大不相同，不一样而大。官夫，刚才那么一块儿，哎，那是德国青，德国青，还得吆喝金两个一块六八，又来这么一块儿，哎，这的筷子就叫青玉的上标银，单是的铺味大。官夫，我这个是礼布，哎，要买的你了，家里就做大官去吧。穿在身上，哎，走在街上，怎么样？大伙儿这么一瞧啊，真不知道你了是在哪的贵的大人贵的吧？是喽，这块布头怎么样？你要做大褂，哎，又宽又长，是喽，你还得打高跟儿，嗯，还得把三楼铺子打个胖子，嗯，这个是礼布，哎，要到了大布店，说是迷了都得点着名儿向他要吧。没错，到了北京城啊，哎，都讲究八字香，到了瑞福香啊、瑞麟香啊、广寿香啊、颐和香啊，香一好了吧，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香意呀、啊，是喽，要到了八字香啊，哎，说你要买一尺啊，官儿可就得一毛八，哎，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西吧什么或者什么米的什么。
好的，什么好的？不错，来到我们这个摊儿，哎，一个样的货，是喽，一个样的价儿，哎，一个样的行市，水也不卖，小不摊上水不头尾，拧不宽儿啊，是喽，来到我们这个摊儿，怎么样？中没有功夫，哎，听我们滔滔。这村要有点儿啊，一草五尺，五尺两草一丈，一丈怎么连我一起骂的？三草一丈五，哎，四草两丈是喽，两丈一尺，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。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，十尺一块八，八二八一十六的，就得三块六吧。不错，来到我们这个摊儿，哎，说三块六不要，怎么样？把六毛取了他，你个三块大洋就两不着啊。三块钱不要，哎，怎么样？不要不要紧，哎，罗着牌子生只还得让让啊，去两毛让两毛，你个两块六，是喽，去一毛让一毛，你个两块四，没错，去两毛。让两毛，你个两块钱，两块钱，你要再不要，孩子不要不要紧啊！什么有小本儿，我是哪个有小赚儿，我是赔本赚吆喝，是哦，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，哎，这不两块钱呢，孩子，鸡子蹬啊，嘎子蹬。两块大洋打破了它，是喽，去两毛让两毛，你给一块六，一块六，去一毛让一毛，你给一块四，我再去两毛让两毛，你给一块钱，一块钱，这不一块钱，哎，怎么样？再去五毛让五毛，哎，这白拿去了。